Nice Spark 是天然的解毒剂哦。当我们有喉咙痛或者是嘴巴、口腔里面有这个凹色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含着 Nice Spark 慢慢的给它流入喉咙，或者慢慢的在口腔里面吸收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杀菌、消炎跟修复啊。那么使到我们马上感觉到止痛，而且能够让我们伤口快速的复原了。那么成年人每天含5到20 cc，那么小童呢每天含1.5到5 cc 的 Nicespark，那如果是重复有这个喉咙痛或者是嘴巴的这个溃疡的话呢，可以每天用一大匙的这个 Nicespark 漱口15分钟，来帮助我们口腔喉咙排毒，减少重复发生这些问题。Nicespark 可以排蛇毒，同时可以治蛇疮啊。那么这位 Madam Lin 呢，她是还没有用这个 Nicespark 之前，她的这个舌啊已经是有紫黑色，而且生了一粒疮在舌尖了。那么她用了这个 Nicespark 漱口啊，15天之后呢，她的舌色呢已经开始变成红润了，那么舌疮也开始复原中。用到第25天的时候呢，他有次跟漱口25天了，你看他整个舌头啊的颜色啊，全部是粉红色了，已经从这一个紫黑色变成粉红色，而且那舌疮呢已经是慢慢的复原了。那么到现在呢，他用了几个月之后呢，是完全100%的康复哦。他就说 Madam Lim 讲啊，他非常高兴，因为只是用 Nicespark 啊，而且不需要用药哦，就可以在短短的25天内呢，将他的舌头里面的毒素给排出来，同时解决了他舌上疼痛的问题。Nicespark 快速止痛，去加速伤口愈合啊。那么，任何的伤口，或者是手术后的伤口，或者是意外的伤口呢，都可以插上 Nicespark，帮助我们快速止痛，快速的创，帮助我们这个伤口快速愈合，同时并保持润燥呢，使到伤口不会有绷紧拉紧的感觉啊。因为 Nicespark 有杀菌啊、消炎啊、修复的功效呢，所以任何的伤口都可以插上这个 Nicespark 来做止痛，然后帮助 Nicespark 避开所有的发炎，控制发炎。那么插在疮处或者是肿块处呢，可以帮助这一些肿块或者疮处呢排毒，去缩小它们了。那么就很简单，就查 Nicespark 在任何的伤口发炎的地方，或者是肿块或者疮处。那么如果可以 CHO 来帮助伤口快速的复原呢，那么效果会更好。Nicespark 可以外用，并助创伤复原了。Nicespark 外用呢，可以达到止痛、创伤复原的效果呢？那么 Nicespark 有杀菌、消炎、修复的疗效了。那在当我们烧伤啊、烫伤啊、擦伤啊、外伤肿痛啊、富贵手啊、痔疮啊、香港脚啊、虫蚁咬啊、脚底这个脱皮、手脚龟裂、异位性皮肤炎，或者是湿疹、头癣、灰指甲。牙痛、中耳炎、牙龈肿痛、口腔炎、口腔溃疡，并可以助这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快速愈合。所以只要每天吃5到20 cc 的 Nicespark，那加上呢每天擦在患处啊这些湿疹啊或者是烧伤或烫伤的患处呢，1至3次呢就可以快速止痛跟快速帮我们复原这些伤口了。Natural Nicespark 呢，能够帮助你化解剂突破所有的健康问题哦。当我们在吃 Natural Nicespark 的时候呢，它能够亮活我们的生命，同时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体质。比如说，现在你有亚健康的问题呢，它能够帮助你调整你的体质，恢复健康，同时呢，也能够帮助你突破去化解所有你现在卡住的健康问题。那么，它也是一个百搭圣品哦。它可以跟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物一起配搭食用的。每天我们只要吃5到20 cc 的 Nicespark 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调整体质，突破去化解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健康问题。应用 Natural 非药物疗法呢，主要是来做排毒、抗发炎、来避病痛的这个效果哈。那么最
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这一个方法呢，是用 HO，因为 HO 能够排坏的自由基，去排我们身体里面的酸毒，达到灭炎，那么避病痛的最好的效果。第二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 HCD 的产品，那么 HCD 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排寒制毒，疏通我们的经络，帮助我们做局部的止痛的效果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们可以用 Cambridge，因为 Cambridge 的 Step One and Step Two 呢，它能够启动自觉系统呢，来帮助我们排除老旧细胞，排除我们的老旧毒废物，那么同时可以补充齐全的营养给我们身体复原哦。那么第四样呢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，就是我们的 LifeSpark。那么 LifeSpark 能够排除血液里面所有的血液里面的垃圾，那么补充神经细胞营养。那么帮助我们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，所以我们只要记得，在我们要保持健康的过程中呢，常用这四个方法呢，就能够达到这个排毒、抗发炎、避病痛的效果了。